我是一只可怜的僵尸，刚拿下一个研究所，人类又在澳大利亚新建了一个，不好好灭火建什么研究所啊？哈哈，感觉到绝望了吧？哼，我会让你们后悔的，毕竟我可有超级病毒 6.0 了。多买点家伙，今天要一次性拆掉你中东的研究所。这回家僵尸体力太差了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睡睡睡。人家太困了嘛，那你滚回家睡觉去，换成吸血鬼伯爵上。哦，不要抛弃我，准备就绪，走你。哎呦，这么多人，给亲爱的发条短信吧。兄弟你发愁，给我求求。哼，不给你看。那我请你吃汉堡，你给我看看咋样？好呀。啊、我去，竟然变出来一个恶魔僵尸，那就再送你们一个好东西吧，超级病毒 6.0 送你。哎呀，超级病毒 6.0 就是牛皮，僵尸还没用呢，人类都被消灭的差不多了。不要怕，大家都过来，我来保护你们。你这是想保护谁呢？哈哈，就剩下你一个了吧，我们来了。哎呦，老朋友来了，那必须好好招待一下，先给你们一个病毒罐爽爽。啊，这八年的臭袜子味，这样就不行了，再送你们一个手雷刺激一下，知道怕了吧？哼，你们已经上当了，这里已经没你的僵尸了。啥？竟然使用调虎离山之计，法老僵尸快上！编制中，编制中。哈哈，现在轮到你害怕了吧？哼，别嚣张，吸血鬼伯爵去干掉这两个家伙。喵！啊，有蝙蝠，救命啊！我死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怕，快过来，我保护你。弗莱迪僵尸上，助法老僵尸一臂之力。啊，这下应该赢了吧？哈哈，躲在这里面，那群蠢僵尸果然找不到我。啥？竟然有漏网之鱼？雪怪哥上！啊，不是吧，只有我一个人至于派雪怪哥吗？谁叫你刚才那么嚣张？僵尸们应该都走了吧，刚刚跑得我累死了。哎呦，累了那就来吃个汉堡吧。啊，搞定。哈哈，解药只有736了，接下来看我一鼓作气把剩下的研究所全拆掉。你这是二哈附体了吧。